各位来宾、朋友们，你们好。首先，我代表新韵艺术团全体歌友向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，向多年来关心、帮助、支持新韵艺术团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牢记历史，珍惜和平，尽忠长鸣，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。为此，新韵艺术团在老师们的精心指导下，全体歌友经过半年多的刻苦排练和不断完善，打造了今晚的内容丰富的晚会，以表达我们热爱和平的坚定信念，同时展示歌友们在声乐学习方面取得的成长进步，以及紧密合作、精益求精、其乐融融的团队精神。晚会音乐指导陈娟娟，指挥苏中熙，钢琴伴奏武艺文、陈静薇，艺术指导朱一锦。现在音乐晚会正式开始。走在高
来的憧憬，我们也有美好的理想，可是我们听到的是满耳大众的绝伤，我们看到的是一天天国土的沦丧。我们要投笔从戎，奔赴抗日的战场。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，明天是社会的栋梁。我们今天弦歌一堂，明天将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。